看那个飘儿的咋着？在香兰，飘儿，你吃啥子？一会儿。嘿，你坐那么高？啊。坐得高，看得远哦。我就是看你的嘛。要哪个看？上来嘛，我跟你说，哥哥这儿有野味儿，还有八二年的东西。是不是哦？八二年的啊？你上来嘛。哦，八二年的用中中和，你可以哦。是不是拿错东西了啊？拿中中和啊？来看嘛，你看嘛，看嘛，看到没有？这啥子哦？八二年的豆豉，野味儿，折耳根。折耳根。嗯，这是老鹰塔。豆豉。嗯，八二年。八二年的。嗯，老鹰塔。你豆豉熬的有点久哦。哎呀，不熬久哪儿香啊？是吧？哎，上来嘛。嘿，我才不吃哦。哎呀妈，真的八二年的比你岁数还大、哎、你慢慢吃。哎，又想哄我，天天不要哄我。我哪儿哄你嘛，我刚刚在炒的豆豉，我上位然后坐在这儿，我真的在这儿跟我吃火锅。一天才吃得好哦，还吃火锅。这会儿干嘛？你要是吃劲的这儿跟火锅哦。这会儿干嘛？我不吃，哪像吃火锅。我马上烧火了。爬远西去，刮晒晒的很。